比赛有输有赢。人生有他，一定会赢。Life changes. Jesus' love, however, does not. He's able to use both his Chinese side and his American side. 建立桥梁是我人生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His passion is to see the love of God extended through his people to the neighbors wherever they are.The churches that have been built, the people's lives that have been touched, the elderly homes, the orphanages. He has a Chinese root, has a Chinese face. 我只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往前面走，我也希望能帮助很多人能走这条感恩的路。圣塔莫尼卡 （Santa Monica） 位于美国太平洋沿岸加州洛杉矶市以西，拥有洛杉矶最文明的海滩。每逢到了风和日丽的周末，海滩上随处可见游人享受着钓鱼、散步、骑脚踏车等户外休闲活动的乐趣。沙滩上有一座码头，一直向海延伸。码头上方有一个游乐场。园内的摩天轮和云霄飞车带给游人海天合一的乐趣，令人流连忘返。太平洋沿岸的旖旎风光不仅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观光，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寻找他们的美国梦，其中留学美国就是不少人的选择。司徒卓正博士 Paul现任一家基督教机构的会长及总主任，在30多年工作中 ，Paul 带领他的团队架起了中美各项领域交流的桥梁。虽然常年生活在海外，但 Paul 不遗余力地为祖国同胞奉献爱心，赤子之心溢于言表。我是1962年从香港到美国的，考到大学了，现在很高兴，又有些奖学金了。但是那个时候啊，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那么父母呢还向一个朋友借了钱，不是买飞机票，只买的船票，所以我在太平洋漂流了18天，才到了旧金山，然后坐 bus 上到西雅图去，离开香港了，到了美国了，好像人生转了一个弯一样。但前途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是不清楚。司徒博士之所以积极与人分享上帝的爱，是因为他从小经历贫寒，后来因为得到了海外传教士和基督徒的关爱，让他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我是出生在广东的开平，大概5岁就搬到广州去了。在那边念小学，然后因为解放以后呢，就搬到香港去。父母呢，在广州的是教书的嘛，一到了香港去，到处都是难民，你很难呢找到一个正当的好的工作。我记得是常常要搬家，因为租的地方也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找不到学校，
我记得有的时候是晚上才可以上学的，白天没有钱的，也没有办法考上去嘛。就我记得初中那两三年就搬来搬去，那里呢，我对那些美国来的传教士啊，非常感谢他们，因为我们是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啊，但他们对于这些，特别是来自贫穷家庭，愿意拼命读书的人呢，就非常的关怀。到了香港呢，是难民了，如果有去读书了，真的我们拼命读书，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将来。有一个呢，是从加拿大到湖南常德去做传教士的，那很年轻的时候才好像21岁，顾博士，顾鲁德博士，他是到长沙去念汉语的，那么一方面去传福音了，后来19年以后他回到香港，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么他就带领我的爸爸信主，那么也带领我信耶稣，这个很奇妙的经历对我来说，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前途是非常的渺茫的，有书读又怎么样？读完书又是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但是呢，他们常常跟我说，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生命有改变了，主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很实在的感受，所以信主以后，我更加的对我自己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读书更拼命了，所以我就一路有一个理想，如果高中毕业以后，我希望能到美国去读书，所以一路就在那里想望祷告看看上帝能不能开路，那么最后我还是感谢主为我开路了。我考了好几个学校嘛，有两个学校给我奖学金，所以我选了这个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就到美国去了。一来了西雅图，本来是不能打工的，因为是留学生嘛，但是呢学校对我也很好，所以也找到餐馆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晚上呢可以在餐馆打工，我也常常帮忙那里的西雅图的华人浸信会，替他们做翻译啊。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做这个建筑的，盖房子啊，盖教堂的，我很有一个多月才开学，能不能找一个工作呢？他就刚刚在盖一个教堂，说我去帮他忙搬砖头啊，做什么都做。到了年底，我把剩下来的钱全部寄回给我爸爸，我说我只有你的钱呢，买船票的钱是借来的，我不愿意你为我的缘故呢欠债。所以把这个钱寄回去。那个时候我们父子常常通信，很多的信来往，信里面呢也很多眼泪。多年来斯洛博士特别在大陆里面，我亲眼看见一定要在国内去，他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的护照，要在自己的国家要做一点事。我本来是念教育的，所以回到中国呢，我去看他们。有的时候呢，学校呢是破破烂烂的，但是学生、老师们他是很用功，因为他们发现，虽然环境不好，但是如果把这个年轻的一代，教育成功的话，他们也很满足感的。他们跟我说，教育是非常的重要，你要培养下一代的话呢，一定要在这方面呢来栽培他们，就是帮助他们。找到比较贫穷的地区，跟教育局合作，因为每干一个学校那个时候要30-40万人民币，后来呢我就鼓励他们，这样吧，我尽我的力量，捐的钱呢我拿来这里来盖一个学校，就抛砖引玉，那么你们也要尽你们的力量来把这个学校盖好，我们出一点，在海外的中国的同胞，那么国内的农民他们也出钱也出力。开始的时候一直的不容易，后来呢得到国内很多的朋友的支持，很多人的努力，结果我们看见有点的成果。那我也到了湖南常德，在那里盖了6个学校，
们一共在国内盖了有10个学校了。我很注重这个师资的培训，他们这个英语啊很注重，好不好？我在美国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那个英语的老师。所以从198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每一个夏天我们就有自告奋勇的英文老师成为一对一对的到中国去，在不同的地方，开始的时候在上海，然后在湖南，然后在开平，然后在乌鲁木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差不多20多年。20多年来这个英语培训，我相信在这个教育这一门呢，我相信最成功的。I have known Paul and Dorcas for a long time, and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impressed me about both of them, and especially Paul, is their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And they see the value of students studying at the highest levels, and then those students moving into their culture and making a huge difference. 差不多每年我都安排有些校长啊带领一些老师到美国来访问，特别我们太平洋大学呢有这个项目，不但就在这里访问一些的大学，也访问一些州立大学，我也安排他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到耶鲁大学，到哈佛大学，让他们有个交流的机会。慢慢呢他们建立的友谊了，就不要我再帮忙了，他们自己可以推动，所以这个教育工作我是非常非常有意义。We've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see the churches that have been built, the people's lives that have been touched, the elderly homes, the orphanages. 上海跟湖南常德，我们有这个帮助他们这个街道的敬老院，去跟街道合作。我们只是捐了个钱，把这个敬老院呢盖好啊，搞好，而且帮助他们这些管理的人呢学习怎么样来管理。His passion is to see the kingdom of God grow. His passion is to see a healthy church. His passion is to see the love of God extended through his people to the neighbors wherever they are. 因为做这个老人工作也不容易。我本人呢对老人工作很关心，因为我父母也不在了，有的时候有这个孝心不能表达。每一次看到他们，好像看到我自己的父母一样，也跟他们分享人生啊，一定要有这个爱，特别是上帝的爱。And the remarkable projects meeting the needs of Chinese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in their cities is near to the heart of Dr. Zito. Many of those projects are the best example we have in the world today of what it means to give so that others benefit.He's able to use both his Chinese side and his American side to advance the kingdom.除了父母， Paul 也思念当时仍在香港的女友 Dorcas， 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周佳明女士。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是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是同一天受浸的。比较觉得我们的个性呢，我们的志向呢比较适合一点。后来他就来了美国，在那一年里面我就还在香港，那么那一年的通信里面我们就建立了很多的感情。他是1963年，他是到Michigan 去念大学的。好像他差不多毕业那一年他才有这机会过来一下，所以好几年没见面。现在呢拿起了一个手机就很容易，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呢就我们常常都要写信啊，好像一个礼拜我们通一次电话嘛。那么通电话的时候有没有现在有什么 credit card 都没有，所以他的通常是打给我。我是那个时候打电话是这样，没有电话卡的，要把这个钱呢、丢在电话里面。
所以他呢就拿了很多那个25仙的硬币，一直投在那个机器里，弄到最后一个。这种的生活环境也蛮有兴趣。那是六零年初嘛。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得到妻子的支持 ，Paul 计划和太太一起回香港在中学任教，希望透过教育向大众宣讲耶稣基督爱世人的真理。然而196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让他们的想法破灭。在太平大学毕业后，我是希望回香港嘛，就那个时候念教育硕士。那个时候是我在 Michigan Spring Upper College 的书念完以后，我就又另外到了 Kentucky。后来到了1967年，我们到了西雅图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有一个心计要回到香港去的。我们希望能回香港以前，能不能结婚？我们一定有同一的心计，我们也有同一的方向，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两个都是神呼叫我们的，要做我们要做的事。侍奉主呢，如果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嘛。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1967年就结婚了。那个时候的香港有一个中学，他们希望呢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去，我们 也很愿意。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香港那个学校已经关了门，所以我们回不去。政治一改变，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事情，但 也影响了香港。很多人跑到香港来，那个时候天天有暴动学校也关门了。不过那个时候对我也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对传福音更有这个感动。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能把这个福音传给我自己的同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祷告也求上帝给我们开路。如果这个教育的门关了以后，那我应该走那一条路呢？望见滔滔翻天风雨，浪花冲打细沙不断，疑问满布会否他朝，也许失去满腔志愿，埋没斗志与理想，无限豪情随浪退，经跨中跌宕，虚假内转圈。Paul 和 Dorcas 夫妻俩不断向真神耶稣基督祷告，寻求他们的人生发展方向。而 Paul 得到神的引领，到耶鲁大学修读神学，装备自己，为要更好地将神爱世人的福音传讲给世界每个角落的人知道。毕业后 ，Paul 带同妻子儿女回到西雅图，在当地的教会任教牧师8年之久，直到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子放到了他的肩膀上。80年开始，中国已经开放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回到中国去是很好的。80年7月1号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中国布道会是在中国上海开始的，就由1947年智智文博士那个时候开始呢，只有一个小小的孤儿院在上海，那解放以后呢就没有了嘛。所以他就跑到美国来，把这个工作来慢慢的展开。他也用了30年的时间，有学校啊，有孤儿院啊，有教堂啊等等。那么我是80年开始的，我也摆上了30年。愿我永远从心关注，身边孤苦眼光转动。能为世界发光发热，化解争斗送走恶梦，前路总会有崎岖，人面冷眼无后退，心窝中炽热，始终也未到。30年来在机构里辛勤耕耘，司徒博士带领他的团队在中美之间架起了教育、经贸、社区关怀、宗教、传媒等各项领域交流的桥梁。如今他筹备捐献的一座一座扶贫学校拔地而起，敬老院、
孤儿院和基督教堂，更加让需要关怀的同胞确实地体会到天地永活主宰的存在。I understand that he has made a substantial donation to a lot of cities in China, help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terms of schools, you know, in terms of the churches. So he's really an education leader, a great social worker, and a great minister. 建立这个桥梁，我也附上了一些的精神跟力量。这几年呢，跟他一同同工的时候，我发觉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一个人。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讲过这句话，如果老是为了过去跟现在争论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美好的将来。这几十年来我都老是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实在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啊，但是不要为过去，也不要为现在老是在争啊，在打啊，在斗啊。我就常常劝他们，为了将来我们可以创造人想不出来那种的美景。所以我个人呢对未来也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很多中国的朋友都在同样的来推动。同行是你伴我，谁担忧风霜再多，怀内热爱传送，你开解困女心锁。我相信他心里面就是做神的工作，不是看钱的回报有多少了，就是神爱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给他，所以一生都是给他，钱是小问题了。那种的满足了，不是用钱，不是用什么光荣讲完的，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是好，现在有多少力量就继续做多少力量，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多少，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用我们的精神能力。非常高兴有机会和这位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有热情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教育家和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家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我是非常高兴的。所以我一直在心里把他当作我的良师益友。多年来斯托博士他的心态一定要回国，要在自己的国家要做一点事。我生活在美国差不多五十年了，我对美国一些的生活啊、语言啊、习惯啊也很熟了，但是我还是个中国人，所以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人情永远是忘不了。中国的教会、中国的教友见到原来这一位在外国长大的一个人，原来心是这样的，这么爱国的。The passion that God planted in Dr. Zito at a young age, and how that passion has matured into actualizing and realizing the opportunities readily available in China, in Asia, in North America, around the world. 他明白他是中国人，他有一个中国的根，有一个中国的源，他的信仰就是他的生命的根源。我只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往前面走，我也希望能帮助很多人能走这条感恩的路。海风柔和，天空蔚蓝，悠闲的圣塔莫尼卡依然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和世界各地来寻找美国梦的游子。当年到美国寻梦的年轻学子如今已年逾古稀， Paul 司徒卓正博士经历过社会动荡、家境贫寒和世事变迁，而深深植根于他心中的那份真神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永远激励他不断前行。亲爱的朋友，这份无条件的爱和恩典你也同样可以得到。
诚挚的希望你现在就致电恩语生命热线，或登入恩语之声的网页与我们联络，让我们进一步和你分享。愿神赐福你。未来是没法知，心也不怀疑，亦留在想前浪靠你踏破。未来是没法知，心也不怀疑，亦留在想前浪靠你踏破。人生有高峰，亦都有低谷，但系人生有咗佢，就必定有祝福。人生万变，但系耶稣嘅爱就永远不变。